艺术家。你是一只考拉？哎，熊大快来呀！看看看，考拉可出名了，还上过电视呢。你好，俺叫熊大，他是俺弟弟熊二。嗨，你是？你好，我叫米拉，当今动物界的一名艺术家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哎呦，好厉害呀！你怎么会来狗熊岭呢？我一直在到处游历，寻找艺术灵感。这片森林让我很有灵感，所以我想在这里住几天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欢迎欢迎。嗯，游客太少了。艺术家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什么？动物艺术家？肯定能帮我吸引不少游客。欢迎欢迎，我是熊大熊二的朋友光头强。哇，你好，我是米拉，你们真是太好客了。我代表狗熊岭欢迎您，尊贵的艺术家。谢谢，作为回礼，我送你一幅画吧。好啊。不要！你，好漂亮啊！果然是棵摇钱树，用这 T 恤打广告，不信没游客。我会在这里进行一场盛大的美丽计划，画出美丽的作品。好啊好啊，随时欢迎您去我家进行美丽计划。美丽计划，你好期待呀。喂，我是导游光头侠，快到了，知道了。游客快到了。自从刮了胡子，强哥我真是年轻又帅气。游客来了。不要吃我呀，我营养不良还脚臭。对呀，恐龙不是灭绝了吗？不会是天才维的新发明吧？到底是谁？哪来这么大罐蜂蜜啊？这蜂蜜咋这么难吃呀？难吃？这不是蜂蜜，是颜料。颜料？颜料？难道是米拉画的？可是米拉为啥要在熊洞里画画呢？快出去看看。森林咋会变这样呀？这应该就是米拉说的美丽计划。俺的小花都蔫了。咱必须阻止米拉，让他别再画了。这里就是原始森林啊。哇，怎么到处都是涂鸦？难道是米拉画的？这么多的涂鸦，难道是有什么特别节目吗？特别的，对对对，这都是动物艺术家的作品。想去看动物艺术家画画吗？看一次只要200块，还免费送艺术涂鸦 T 恤。不用了，明天小镇有创意文化节，全程免费呢。啊，那我们去看大狗熊。看，那就是熊洞。真的有熊吗？当然，这里的大狗熊跟我是朋友。
我叫他们出来给你表演节目。真的假的呀？行了行了，不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哇，这么多行动！什么？这熊洞是画的？没看到熊，连熊洞都是假的。我要投诉你！哎，别走啊，听我解释啊！救命啊！啊救命啊！救命！救！琪琪，妈妈，这怎么有断崖？树枝断了，我们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就被困在了这里。别慌，别慌，咱们一起爬上那棵树，一个拉一个救他们。你叫啥叫呀？快救他们呀！害怕叫几声都不行吗？喂，快点儿！来了来了，熊大，还差一点儿。哎呀！抓到了！大爷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们没事。光头强悬空啊！这，这不是悬崖呀！别叫了！真是的，这是谁在恶作剧啊？太过分了！是米拉。害得我生意没变好，还被游客投诉，不能再让他到处乱画了。米拉，哎呀，你别画了，你的画已经对森林造成伤害了，知道不？不可能，我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，等下了雨，这些颜料都会掉的。就算没坏处，这些画也破坏了森林本身的美感。美感？你不懂，这是艺术。而且你们之前都赞同我的美丽计划呀。可是俺们没想到你会拿森林作画呀。一点都不漂亮。哼，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画，害我们吃了不少苦头。你呢？我只是想让森林变得更美而已。光头强，毕竟米拉对森林没有恶意，他画画本身没有错。就是画错了地方，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办法让米拉主动停止啊。画错了地方，我有个办法。米拉，有你的戏。是谁记的？哇，创意文化节的宣传函，我要去参加创意文化节，他们一定喜欢我画的画。对对对，是我们没眼光。哇，整条街都被划为创作区域，任由艺术家发挥。这幅画可以，做的真好，漂亮，可以啊，这个漂亮，不错不错，好看。这唐人画的谁呀？这么丑。哇，真漂亮！哇，太厉害了，我也要露一手。来来来。哇！太厉害了，像原来一样，看着跟真的一样样。太厉害了！没什么，先扯啦。比起井盖，这面墙可是难画多了呀。看我的！是棵树，好像是真的呀。像真的一样的，这么漂亮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俺仿佛都闻到了花香。这是我朋友米拉，厉害吧？我是导游光头强，有想旅游的。米拉，米拉，米拉，米拉！我不在森林进行美丽计划了，我打算离开这里，因为我有了新的灵感。不管你去哪儿，高雄岭随时欢迎你再来。各位保证，再见。再见。光头强，还是你的办法管用啊。米拉这么厉害，他的话一定能引来很多游客，要不还是别擦了。我就是说说而已。就在这儿画吧。琪琪，你在干嘛？画画呀。本王也要成为像米拉那样的大艺术家。
我不是你呀，不行。争当志愿者。我要是当选动物保护志愿者，肯定会吸引更多喜欢动物的游客。你是咋填的呀？天才威，他来干嘛？动物保护志愿者要求懂得动物护理和急救，你能做到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懂的知识。志愿者只选一个，希望你能有好成绩啊！万一让他当选，可就糟了。天才威又想耍啥花招呀？啊，找到他自然就有答案了。这是暴动，好像怎么聚了那么多人？暴动员出来！出来！收到，快上来！天才威，请退后。啊，他想抓图图。别急，你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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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切，装模作样。天才威，萝卜头，在地底下干活多热呀，让本天才来帮你吧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装的还挺像。我马上到。乖乖的。别乱动。天才威，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别怕，你看，大热天和冰镇松果更配哦。谢谢你，天才威。天才威改过自新了？没道理啊。管理员，广多强，你不是也报名了吗？完了，这样下去我会被淘汰的。吉吉，吉吉，你怎么了？本王香蕉。吉吉，吉吉，香蕉来了。多谢你啊，光头强，本王非常满意。这吉吉可真能吃啊！你，管理员，光头强。考核时间到明天中午结束，你要加油了呀！啊，哦，别人吃香蕉论个，你吃香蕉论串儿，哇，真厉害！哎，这不是我吃的。啊，别着急，我来帮你。管理员，啊，你看我救了。鹿鹿呢？我也太倒霉了吧！主人，主人，管理员朝你的方向过去了。怪不得天才威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被管理员看到，他这是在作弊，绝对没安好心。天才威这不挺好的吗？是呀，啊，是呀，啊，起码他现在不惜动物的能力了。你们竟然相信他？啊，这哑铃蜂蜜。大熊二，哑铃好用吗？蜂蜜够不够吃啊？好啊，你们俩又吃又拿，难怪帮着天才威说话。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和气。光头强，像我这样又帅又努力的人呢，当选志愿者的几率是比你大得多的。
我知道你嫉妒，为表同情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我就把名额让给你。谁要你同情？如果公平比赛，我才不会输呢。哎呦呦呦，好大的口气啊。那我们就比比谁能更好的为动物服务吧。比赛开始。动物妖来了。多功能医疗箱满足你的全部需求。哇，切，熊二接着。嗯，啪。嗯，怎么会？这回心服口服了吧？等等，我还准备了蔬果盛宴。哎，光头强，你这是作弊！保护动物也包括要让他们开心啊！哎呦，肚子疼啊！哎呀，本王爷肚子疼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的食物有问题。光头强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！我让我的主人来救助大家吧。你就别在这碍事了。哎呀，快走快走。那就拜托了，你一定要治好他们啊。主人，我们为了方便抓住动物采集能力，费劲竞争志愿者，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。抓紧动手。别把本王尊贵的腿扯坏了。你们天才威终于暴露了啊。很可惜你没有通过这个小测试啊。测试？其实光头强的水果根本就没问题。光头强，明天的比赛你得输。啥？凭什么？我们只是试探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变好了？竟敢串通起来演戏！啊，别怪我不客气了，快跑！熊大、熊二，接着！嘿，这，你小了点儿。熊二，接着！熊二，熊二，主人快追，不能让管理员发现呀！平衡冲！哎，主人，你要咋停下来呀？给我站住！熊二小心！光头强！哎，别站住！来抓本王呀！慢走不送。天才威，你的计划失败了。绝不认输。你们在干嘛？管理员，是他，他带着枪要抓小动物。不抓动物？不是，我没有啊。没有？那这你怎么解释啊？喂，你们也太会演戏了吧！好啊，你天才威，装模作样，原来是想抓动物。我现在就报警查查，你是不是盗猎者？平衡冲！光头强，多谢你揭露了天才威的真面目。我救了这么多动物，那这次志愿者非我莫属了吧？很遗憾呐，啊，考核时间刚才已经截止了，你分数不够落选了，下次再努力吧。别难过，俺们心中你最棒。利用志愿者称号招揽游客的计划
还是泡汤了。啥？光头强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洞洞鸭的秘密。主人，这个点该吃饭了。我正忙着呢。主人，熊猫！洞洞妖，你吵什么吵？没事没事，我以为主人变熊猫了。早餐。洞洞妖，这包子好难咬啊！主人，嘴下留我呀！主人，你已经一个星期没睡觉了，要不休息一下吧？我只是162个小时零五分钟没睡，离一个星期还有5小时55分钟，别打扰我。我的全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洞洞妖，再打点咖啡来。洞洞妖，睡了。我完成了，我完成了，我终于完成了。有了新武器，足以对付任何动物，什么宝贵能力都能采集到，想到我就开心。呀哈！不行。还得试一试新武器能不能抓住动物。哎呦，洞洞妖，找个新眼镜，再准备超超浓度咖啡，我要出去做实验。洞洞妖，这几天怎么回事？老是找不着人，还不接电话，别让我抓到你偷懒。洞洞妖，你发什么呆呢？主人刚刚找我呢，我担心。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？是啊，要是计划不成功，还让他发现，我就惨了。放心吧，光头强还有秘密武器呢。没错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只要你把天才威带来，剩下的。洞洞妖叛变了。竟然投靠两刀兄想设计我，还秘密武器，哼！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秘密武器。洞洞妖，是主人。我是说，带我去做合适武器测试的地方吧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对对对，马上就到了。哼，我就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。熊二，哎呀，你这是要扇到啥时候啊？砍的，好香啊！中招了，突然好困啊！好舒服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等等，肯定是陷阱。真危险！跟我斗！没事，接着下一个陷阱，加油！洞洞妖，在干嘛呢？没干嘛。走。洞洞妖，你确定我们要继续往前？马上就到了。你错过了最后的自首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。主人，就要到了。趁现在！就位！平衡车！早知道你们有预谋想害我，
俺们才不是害你呢！放开我！熊二光头强，小心！主人，小心啊！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兄弟，哼，三脚猫功夫。机会来了！你们要做什么？上吧，秘密武器！他们到底想干嘛？难道这已经是最后一集了吗？我不甘心啊！可是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反抗了。再见了。点赞百分百第一是。松谷踩踩踩。这真的松了。搞定！光头强真是厉害。不愧是秘密武器啊！那是。武器就是按摩，差点中招了。点赞百分百，第二是霹雳拍拍拍，还来超级冲击波。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中招吗？熊大熊二，你们的能力都会是我的。探拳。光头强，打错了！我来救你！两拳两胸，光头强！为什么又是我？又错了！兄弟，光头强，天才威，俺跟你拼啦！不行，真的好困啊！再给我0.01秒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你给我下去！超级冲击波！洞洞妖，过来帮忙！洞洞妖，说好的你帮我们，我们才能帮你。洞洞妖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熊二一时动不了，你把他的能力采集过来。快呀！干得漂亮！通通妖，你竟然真的背叛我！不是不是，主人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。又是毒烟，又是抓，又是打。不，那不是毒烟，只是薰衣草香，安身补脑。然后是光头强的按摩绝技，帮助睡眠。哼，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睡觉。平时干活的时候不见你这么用心，我担心你吗？好人啊，你要你管吗？试验成功我自己会睡的。有了天才威，你给我下来。哼，不自量力。熊大熊二，快摘他的拳头，放开我。太坏了，安小吐。忍忍，天才威已经晕了。怎么这么多熊？手好酸啊！熊二，快！东东妖来了！点赞百分百第三式，超光速，松骨小拳拳，锤锤锤锤锤，捏，拍，完成。他还活着吧？睡了。不睡，住。天才威睡觉觉，明早起床精神好。哎，熊大，天才威的武器俺们要咋处理啊？你说呢，东东妖？那你们轻一点哦。睡得真好啊。我睡了多久了？你睡了三天了。三天？你竟然都不叫醒我，白白浪费了我72个小时。我的采集器怎么都没了？主人，我把采集器给光头强他们是不会帮我的呀。不过主人，我把你的新发明捡回来了。
好像有一点点破损，不过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。你。